现在是凌晨快3点了，2:40了，老崔还在抱娃，因为今天刚给二胖打了疫苗，不知道为啥打完疫苗他晚上老哭，昨天晚上一直在睡觉，今天就一直哭，而且他必须让老崔抱，我抱还不行，我刚抱着他老也老哭。老崔一抱就不哭了，生气得很。这以后都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晚上的话，他要是闹人的话，都不让睡觉吗？有可能。我这下去，我天哪，这下去你很快就瘦了。你说这现在这情况，就是你把他往那一放，他就开始哭。这你抱住他，他不哭。昨天是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比较陌生，所以说有点见外。知道吧？今天彼此都熟悉了，所以说是，暴露本来面目了，是这个情况不是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你说为了他，说句心里话，媳妇儿呢也是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对不对？本来计划的是剖腹产，最后是不是为了，你看为了孩子的健康，忍受那么大的痛苦来顺产，对吧？可能说。崔哥现在这个点儿还没适应在带孩子，但是说心里话，你比我辛苦太多了。你放心养，好不好？等坐月子出来，崔哥必须安排个差不多的饭店。起码给我买个大金镯子，我跟你说，受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崔哥有一天站起来了，再给你买，好不必好？须买。以后的话，重心呢就是乐胖了。啊，对，媳妇儿也非常的重要。胖来，你这个先躺一会儿啊！这天天一晚上暴露，你这咋弄啊？这人这精力都是有限的。我天哪！哎呀，抱孩子都是技术活儿。你看，抱孩子必须，哎呀，拖着脑袋，顶着屁股，还得侧着放。哎呀，胖，别哭，好不好？胳膊都是酸的，让歇会儿不中吗？别哭，求你了，别哭了，啊，别哭了啊，好，你看这崔哥这衣服都湿了，我这今天回去特意洗洗澡，我这是拿来的衣服，专门就是晚上穿的，看，又哭了，又哭了。他就是哭两声就哭两声的了，小孩哭的话。对孩子这个健康有好处，知道吧？来晃晃，哎呦，好了，来晃晃晃晃，哎，晃晃，行了，严住吧啊！哎呦，来。赶紧抱吧，赶紧抱吧，别哭了，他不舒来，服。抱，好不好？抱，来，啊，别哭了，来，抱，哎呀，这还放不下了，这。抱，哎呦，我哎，你看，哎，好，抱，哎呀，我的娘嘞，抱，行不行？咱不哭了，好，来，好了。好嘞，好了，胖儿听话，来，听话，转点，转转，听话，是饿了不是？听话啊，听话，好不好？听话，行了，听话啊。好啊，你看，来坐轿了，哎呦，奔驰小轿车坐着多得劲啊，哎呀，这么的有弹性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呀，得劲吧，哎呀，摇啊摇，摇到荥阳崔庙，行不行？
不敢摇，不敢这样摇，啊，不敢这样摇吧？哎，不敢这样摇，好好抱着就好了。好，好，这样摇吧，胖儿啊，这样摇。大家好，我是恁帅气的崔弟，崔弟我又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带孩子真是不容易，真的太难了。你说你抱着他吧，他也闹；你不抱他吧，他更闹。所以说你弄得，哎呦，这有点心力憔悴。不当爹，不知道当爹的苦；不当爹，不知道当爹的难。真的，以前可羡慕那些结过婚、当爹的、有孩子的。现在我才发觉，不经历，你真是理解不了，你真是明白不透啊！哎呀，这不是，这马上。孩子又该喝奶了，这是上一次喝的，我们喝完给他倒掉，然后呢再弄开水把这杯子呢再消消毒，来重新再给孩子沏奶。那没办法，那就是一步一步走，人家医生护士教咱咋做咱就咋弄啊，就这意思。那行，那就多了不说少了不唠，那就这吧，反正这个干活啊，一切为了孩子，一切为了躺在床上的媳妇儿，必须照顾好，必须伺候得紧，你看这床看到没？崔弟今天刚刚一个小时之前把这个床拉好，带的这个毛毯枕头，到现在还没有往上躺了，那没办法，老是闹，你说你不弄也不行。估计今天晚上我看躺的几率不会太高了，就这意思吧，就这意思啊。这崔弟特意这个在家里边拿的这个茶叶水，这晚上喝入提提神吧，不然的话跟你说实在话，这眼睛啊都有点睁了不老开啊。本来这眼睛都小，这两天熬夜，昨天一夜未眠，今天下午在家里边两点回去睡到四点半，抓紧时间起来。为啥呢？担心胖胖，就这意思，也担心媳妇儿嘛，对不对？一定照顾好，现在是特殊情况。提提神，提提神。那行，那就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吧，那就这吧。这个得去忙了，得沏奶去了。不敢给大家唠的太多了啊。现在一切的重心就是孩子。就是媳妇儿啊，就这意思啊。再见。再见。